invade Taiwan or effectively take control of it and its important industries, would you let them get away with that? I think it's an inappropriate place to talk about it. But China knows what I'm going to do. China knows. I think this is an inappropriate way to talk about it, though.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say, yeah, I'm going to do this or I'm not going to do this. It's just an inappropriate place to talk about it. It's a very big subject. It's a very powerful subject. But I think China understands what I'm going to be doing.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外媒访问时，被问到中共入侵台湾的问题时，川普警告，中共知道如果入侵台湾，他会怎么做。周一，共和党全代会正式提名川普为总统候选人，并决定沿用2016年党纲，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共和党在2016年党纲写道，台美双方共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及法治的价值，将基于《台湾关系法》持续推动双方关系，并信守1982年雷根总统对台提出的六项保证，反对两岸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这是共和党党纲首度列入对台六项保证。该党纲指出，任何关于台湾未来的议题必须以和平对话并获得台湾民众同意的方式解决。中共如违反以上原则，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党纲也赞扬台湾政府持续推动建设性的两岸关系，台湾值得美国强力支持，包括取得自由贸易协议的地位、适时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及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多边组织等。中共军队近来动作频频，13号宣布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进行军事演习，并陆续发布军演讯息，范围遍及黄海、南海、渤海、东海，总计8月有超过10场军事训练活动。不过，长期关注中共军事的法国媒体 East Pendulum 在 Twitter 揭露中共22号起军演的实际位置，发现只局限在岛屿及半岛围绕的远海内。虽然的确是在台海两端举行，但距离台湾仍有一大段距离，引发各界人士的冷嘲热讽。新唐人亚太电视叶恩杰编译。